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。好，台北股市神龙摆尾，那多头格局就是千万不要去预设高点啊。来，大盘加权股价指数今天四个小时都是在上下平盘附近，一点之后一路大涨，结果收在15557点，收最高，再创历史新高。这个多头这个气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，现在连空头都已经自乱阵脚了啊！所以我奉劝一定要做对方向，一定要做对方向。好，那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资金啦，这个我想我天天跟各位讲的，你现在回过头来去想想看我讲的，你市场有资金就有行情，市场没有资金你也没有办法，那个时候就休息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每年第一季都最好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元月份外资的元月效益啊，元月效益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去年外资一整年卖超5000多亿新台币，只是从11997点涨到今天15557点，涨多少？各位自己算算看。它势必回补嘛，那你当然要跟着这一波外资反而回补，站在他们的肩膀上，坦白来说，跟着他们一起赚红包。那国巨不是喷出吗？今天还在喷，还在涨。二月份的红包行情啊，现在就要做红包行情啦，不是等到一月底啊，投顾老师再告诉你，那些投顾老师告诉你，赶快啊，红包 行情啊，你现在就要买了，自己的红包自己赚。三月份融券轧空回补，所以每年第一季都最好做，每年第一季最好做嘛。国巨今天从3字头到6字头，今天差2块钱站上600整数大关了。我敢讲了，沿路以来一直跟各位带着大家操作的国巨今天创新高，所有非凡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全部都赚钱，这点非常开心。接下来598块钱了，有没有？丁老师是不是告诉你，目标价还没有到？可是丁老师也不是死空，也不是死多头啊。我也跟各位讲了，有没有？来，所有持股大赚，爆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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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11月的时候跟各位讲，选后回归基本面，美国总统大选有没有？我什么都讲到前面呢，三大法人同买啊，在这里啊，400块钱以下用力买，你看好被动元件你就买龙头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老老实实的5字头以上，我也跟你讲，出版数资金先放口袋，要买的我带你买。后来有没有回？有啊。后来有没有回？526回下去了嘛，回到480几块钱嘛。那记得我当时跟各位讲，有没有？我这张电视稿，我12月15号告诉大家，因为外资法人这种高价股他们最好赚，因为量够大，龙头买的安心，那研究员写报告也写的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不像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股票。所以这种高价股，我说你想做的，我带着你做，全部公开跟各位讲，500块钱要出半数。来，12月15号，我跟你讲，国巨买点，你等我。那你打电话进来的，有国巨的。啊，
看我们节目的，哎，国巨从400啊，这样慢慢涨上来，你可能450或440你买了，那你看到我们500块钱出半数，哎，你在想说出半数，那未来还有高点，那什么时候再把那半数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你所有要跟着我做的，来，我们带着你，你自己看嘛，尊龙百买 VIP 嘛，国巨现在卖掉，现在买回来，买回来，日期、价钱、时间，全部欢迎来印证。23号买，493附近，12:23，23号，你看24号什么新闻？经济日报头版头条，被动元件提前涨价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每个都知道啊，一声令下，23号买，24号就给你出头版头的新闻。连春田都出来讲话了，涨到580，493涨到580，我光那个买回来那个就赚接近100块。我光这一笔，先前卖掉一半持股493，12月23号到礼拜五涨到580，到今天598，超过100块。我光这里哦，我这里买回493哦，到今天598这一段就100块钱哦，这边不要管205块钱，每个都看得到，吃得到。我现在再跟各位再提示一下，我现在有，好，那我不是死多头，你手中有的，你想不想知道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会漂亮的再出一趟？你手中没有的，什么时候是一个好的买点？我们先讲被动元件第一季的涨价，现在才第一季，1月11号。所以未来它还是有操作空间，你手中有的目标价在哪里？想不想跟着我们一起操作？其实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每个人都希望我买最低啦，啊，当然啊，股票嘛，跟真正赚钱不是你买最低，是你要懂得怎么样春秋核心持股大波段操作，这个地方出半数，这个地方买回，完全不浪费时间，买完到今天这笔加码单赚100块钱以上，105块钱。小菜一碟啊。所以如果你资产够，你愿意做高价股，请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因为这种高价股其实法人也很喜欢，因为他这样一涨，随随便便这样子一涨，他这样子一涨，这样一涨就是100块，就是200块，这一段就100块耶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这边493到这边598，这边就100块钱呢。那你如果你跟着我这个原始持股，你就不要管了，我这边获利出半数，这边再买。请问各位，你只要5张就好，5张多少？5张100万呢？你5张是100万，我光讲5张就好，我不要画大饼啊，我不要画大饼。那你资产够多的，你买50张、100张，怎么会是问题呢？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嘛，你想做国巨的，你赶快来找我。丁老师直接这样跟各位这样讲了。所以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做一定要记得一点啊，顺势操作。那这档四星
我说华为概念当中有些股票，它不仅是华为，它也是台积电供应链。也就是说，有些股票它其实是多题材的。那 ASIC 晶片在这个部分，它其实投产在台积电这一块来讲的话呢，它的产能基本上来讲是某种程度上面是比其他要来得好，得到更多保障了。好，我们只能讲到这个地方。12月16号，我跟各位讲，想买的赶快来找我。12月18，加码买进633，这是加码单，加码单，赶快来，外资都在回补了，683块钱，633到683，50块钱，涨到714，633涨到714，涨快80块钱了。涨80块钱了，来，涨到770，你这辈子，这短短的几天，有做过这么大的行情吗？从633这笔加码单到今天到礼拜五835，5张100万，到今天来到840，10张是207万，30张是621万，每个人全部都大赚。全部大赚，所以真正的一个行情，我觉得刚刚开始而已啊。所以有时候常我跟各位讲嘛，你看的比别人多，你就赚的比别人多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行情很多人看得到吃不到呢，你知道吗？涨上去不敢追，东买西买买一大堆。国巨老老实实跟你讲，500出半数买完，隔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告诉你，被动元件提前涨价，啪一个，光这个加码单就102块钱，市心都还不要算。很多人，我跟各位讲，你选错股票啊，很多人都在等解套啊，我建议你换股啊。跟着丁老师做就对了。为什么？每年第一季都最好做嘛。元月的外资，二月的红包过年，三月的融券回补，强制轧空要回补，每一年第一季最好做嘛，对不对？自己红包自己赚呢。啊，所以我想，来。这档红包股一样，外资刚刚归队，他们布局，我们领红包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自己有红包自己赚，啊，不会赚的找丁老师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拿红包打电话，好不好？今天来电就可以把这档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我们先进入广告，马上回来。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。周一至周五，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，非凡抢先报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全球新观点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
非凡新闻通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。来，这个以盛，好，我当时跟各位讲，主升段最好做，鸿海集团、鸿家军，啊，我讲了这个地方这个主升段最好做，我也跟各位讲过了，有没有？来这地方整理。上礼拜五我跟各位讲什么？我说预估12月营收再创新高，礼拜五讲的12月营收11.14亿再创新高，随时过高，这样股要随时过高，它压缩整理很久了，所以整个鸿海集团里面电动车，你看，其实今天 你看这个股票连鸿准都跳空涨停板，随时过高了，以盛十二营收再创新高，啊，这都公开跟各位讲的，在目标价在哪里？还早了，我只能还早这句话来跟各位讲了。来，这个爱普，我讲记忆体 IP 这个地方授权，它是一直整合的。包含在记忆体当中，记忆体跟逻辑晶片，它怎么样用先进的封装技术把它整合在一起，节省空间，提高它的运算 效率，对不对？我跟各位讲，跟晶圆厂、代工厂合作嘛。来，时间也告诉你的日期，1月7号，上礼拜四，上礼拜四啊，10点46分买进爱普。是的，是就在这里嘛，我也白明白告诉你嘛，1月7号礼拜四嘛，484嘛，532，535，几天的时间？几天？礼拜四、礼拜五，今天礼拜一，短短3天，51块钱，今天再创新高535，还没涨完，还没涨完哦。还没涨完哦，3天的时间哦，10张就50万，还没涨完哦。所以高价股其实在这一波帮很多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。那我只告诉大家，还没涨完。至于要怎么操作，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在节目当中，我也不方便讲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档股票后面还有故事。所以短短3天的时间呢，10张就是50万呢。还没涨完，续报。所以有时候我常觉得很多人就是，我觉得蛮可惜的啦，买一大堆股票，啊，特别是很多同业。啊，买一大堆股票，无非就是要拼一个涨停板，在节目上面可以讲。那你跳来跳去的，其实有意义吗？我直接跟各位讲嘛，你高价股3天的时间，10张就是50万，30张
150万，这成交是多少？7000张的，7000张的成交量，你买30张是150万，几天？礼拜四买，礼拜五，今天礼拜一，三天的时间，10张50万，30张150万。我真的不晓得，如果你的钱放银行里面，要多久才能够啊跟上我们？要多久才能跟上我们？来，宏康，这股票今天再创新高，这更快。来，礼拜五买6457宏康，6457，9:26，日期、时间、股票都跟你讲嘛，就26在这里嘛，我没有跟你胡乱说我买盘下嘛，就26在这里嘛，113嘛，拉涨停嘛，再创高啊，125啊，两天，礼拜五买，礼拜一。礼拜五买，今天礼拜一，12块钱，12块钱多少？10张12万，小菜而已啦。跟这比起来，小菜啊。3天10张50万，请问各位，你有钱人，你不这样子做，你要赚到什么时候？你的资产，你有1000万的，我带你做这些好进好出的股票，3天的时间，你10张买10张就是50万了，你买30张就是150万，多久？3天的时间呢？这个2天的时间呢？礼拜五买，礼拜一，今天咻一个113到今天125，2天12块钱。对不对？来看一下记忆体。哎，记忆体不会做，不要乱做哦。我想跟各位讲哦，记忆体不会做，不要乱做哦。为什么啊？你今天看到群联哇出消息啊，你去追，啊，你追到涨停板怎么办？你追到涨停板就要祈祷明天再给你上去再涨停，懂吗？所以记忆体不会做，不要乱做。你根本买不到嘛，直接就跳空就到，你不要看这样子，欸，你一开你直接就你要追，你就追涨停就对了啦，你就追涨停就对了啦。哎，我们在这里轻轻松松的，你为什么不买呢？啊，来，恭喜大家提前领先布局的8299强攻涨停，再创新高，所有人都大赚，又连续加码3次，买好买满了，全数赚钱，开开心心的嘛。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嘛，这就跟各位讲的嘛。啊，那另外金豪科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，这个中价位的。那三星美光减产 SLC 的 NAND Flash 哈，这个就有点类似像面板一样啦。啊，那你减产之后，这个产能减少之后就有这个空间，它的供需就开始趋紧。那趋紧之后顺势调涨，所以它就是类似像被动元件这样子嘛。所以我讲，你看群联也是一样啊，群联8299，这是跟被动元件一样有涨价效益的记忆体模组龙头。哦，所以你提早买，今天直接跳空涨停板，开开心心的赚钱嘛。哦，所以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真的是赚钱赚到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啊，看当时要什么时候要卖一点点呢，啊，有这种感觉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有这种感觉哦，那样捏哦，对，来，那4星633买，起到多少？起到840块，10张207万，不多，好，10张207万，啊，你也不要买多了，这高价股啦，买10张就好，
207万，今天达阵 EPS 第三季都快赚一个股本了，已经超过2019年全年了，是不是？那12月营收啦，挑战新高出来之后啊，历史次高也不错啦。重点是所有人跟着我的全部赚钱，全部赚钱，十张207万，国巨更不用讲了。十二月十五，你想做国巨的，我告诉你说，来，赶快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23的时候来出手了，493买，你看看买完，隔天头版头条，有没有？来，光这一段，从这里到这里，你知道这样多少钱吗？100块钱，光这一段100块钱。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就是你做对方向，现在重点是你要做对动作啊。元月份的红包股，我现在跟各位讲啊，我现在跟各位讲啊，我们是领先超前布局哦。我已经在看二月红包行情了，我要你来元月份先自己的红包自己赚，元月份就来赚。你不会做，找丁老师就对了嘛，好不好？拿红包，打电话，要拿红包，打电话。这档股票元月红包股，好，丁老师告诉大家，今天来电就可以把这一档元月红包股自己赚，自己赚，把这一档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来，这档元月红包股来电就把这档股票带回家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